小张，我上半天了，就歇歇了，我来吧。那好吧，你们多注意观察他们的病情。怎么了？天天就会在。天天，你就放心，天天大姐不会血口的。天天，又说胡话了。他还是个孩子嘛，他才18岁。天天，等洪水退下去以后，你就能回家了啊。我想家。孩子。天一，嫂子，别急，先给我到那边歇会去。连长，你先开会吧，这事啊我来处理。好，走，来，嫂子，咱们现在宿舍去。我们的位置在这儿。嫂子，这是娘给的床，快坐。嫂子，连长对你怎样，我最清楚。他在梦中啊，还经常叫你的名字，叨叨咕咕，好像是在跟你说话，又好像在祈祷。嫂子，我想你们俩是不是定有一个什么规矩啊？指导员，我看你们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蛮般配的啊。那当然，我们俩同吃一锅饭，一起摸爬滚打。哎，他在梦里啊还叫过一个名字，他叫谁呀？这是军事秘密。其实加利亚莫娃是很想和齐军一决高下的，为此男孩一个女孩双胞胎。所以呀，你呀马上回城去，去新华书店多买些啊这方面的书，好好的研究一下。